我们现在星期五都不出门，很危险。这边 Q 十六度，星期五上我们都关机啊。对，这次演唱会不会唱这首歌。哦，哎呦哎呦，把 Q 自己蹲了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有了。我要问一下 Energy 的团员，你看其他 Energy 的人都这样对付。哦，没有没有。你们在彩排在练团 ，NGY 在练团是吧？哈，对，是 NGY 这个。他们刚才有人呛下说，我敢不敢直播？我敢说，你真的敢，你真的敢直播。现在想办法加入了。各位很努力啊，这五个人的 talking 不需要担心。我看他们那个五个人的热色化状态，你们也是跟五月天就是。好啦，其实我们2728小巨蛋这个，我们就有点试水，我们会就是大概一半 talking 一半演唱，是可以这样的吗？如果反应好的话 ，talking 就加长。你一直以为我们在练团是直播，真的在练团吗？没有，我们是在练聊天而已。我们现在星期五都不出门，很危险。对面 Q 十六度，然后朋友都会约星期五晚上说，要干嘛？我们都尽量，今天先不要，都不回。星期五晚上我们都关机啊。对，这次演唱会不会唱这首歌。对，有一次好像节目上讲说，托人不能开车窗，因为那车窗看到那个机车骑士看着你，我说，你是不是 Energy？ 不是，他会开始，你是偷偷哦，哎呦哎呦，把 Q 自己蹲了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有了。我要问一下 NGY 的团员，你看其他 NGY 的人都这样对付。哦，没有没有。